这个段我们要非常关键，来段好，东方非常完美。为什么？解答一下。飘走了吗？飘走了。我东方这边要做防守，防的是蛋仔，把蛋仔放出去。那不对劲啊！小玉这边要上来硬脚的话，这个点不会有人出问题吧？还好，但是这波小玉也不为蛋仔也点了不太好。怎么说？这局龙金湖的记录真的要在季后赛破了吗？你说的还好，还好。你看他在 solo 赛当中的表现，真正给到他视角，你就会理解他每一个操作为什么会这样做。是的，为什么？解答一下。飘走了吗？飘走了。好好好，看小玉这把很稳啊。哎，但这个过山车速度好慢呀。是的，看前面断空，优势还是有的。这边断空过来之后，自己的路线有点小歪啊。其实他是快出那一下，相较于小玉来说细节差的有点多，并且这个领先距离也是很安全的。接下来小玉的后追，不了了，只能再复位了。一丝又在爆，没有机会了。看看，哎，前面还是李小托要卡位吗？直接上来就顶开了紫巅，没有机会了。明明这个路线是，感觉这几天其实没少下功夫啊。这张图，感觉大家开新车之后都自信起来了。滑进去过来之后，但明明路线上还是差了一点点掉下去了。What？ 今天紫巅难道要让阿尼感受一回？感受一回优势开局，一会儿再说。但起码现在是自己能先感受一下这个优势开局。节奏有点小乱，再往回调整一下。但后边悟空已经两秒多了。这一分应该 哎掉下去了，在盘第一圈39.3，记录领先了0.4秒了。那有了呀，有的，直接断空，极限跑法，现在顶点啊！这么经不住考验吗？飞碟有飞碟，但这一把狼队就是一个干扰器都没有，这个飞碟是有机会的，扣住玲珑上不去。孤注一掷了，而且岩手里有护盾，有弹机要冲啊！没冲，打断了。玲珑还是补位了上来，但是被装眼线前影子被打响，玲珑完成补位。哇，萧瑟跟阿诺这个弹射在这张图很丝滑啊！丝滑弹墙。想要先过小玉这一关的话，可能没有那么容易。走，容易好脱飘，你直接给，那我没话说。易如反掌，好吧，直接拿下。简简单单，简简单单，易如反掌。确实，这进攻太凶了，打在一起自己先撞了一下，哎，自己没顶过来，没飘起来，转过来反向一，反向九名山王哥，你又来。怎么回事？这秋明山的路走太熟了，玩点刺激的是吧？黄哥啊！哎呀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他？为什么每次又都我在？刺激！这当年在 GCR 的时候，就这张图也是他们用来追分那张图。对，而且明显感觉到青寻这手感上来了呀，手感火热呀！哎，但刚说完，稍微失误了一点，还能控车掉下去了，冰凉冰冰凉。弹射。让蛋仔先去追，这个点只要不掉就行了。这个掉了，还是掉下去了呀。看这一出，取不出来之后是蛋仔。点名是吧？不好点。前面一的路线太贴了，不太好调整，直接被风仔给抓住了自己的路线优势。这张图在上墙，前面倒是挺稳的。刚说完，连上了。没连上，再开氮气。那这样的话，意在这段路能够又点了漂移，再双杀断掉氮气，再重新开。那刚才本以为能够后追的距离又拉开了。不过这张图伊斯塔选出来当王图，双领跑，目前前期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。前期看得出来效果很好。紫巅歪了，歪了之后直接复位，这复位按的是真快。对，那个侧身角度已经完全不够了，速度太快，而且你脱飘。沈现在反差来到第一，因为第一圈哈雷特丢了2亿，所以还能坚持一会儿。哎，一个弹射再次完成反超，好，停不了一点。弹，哇，这么极限吗？这个弹射要穿模了呀，宁静。
最后再弹过来，只要快速手速够快，介入就走了。落地之后，黄斑的路线很好。嗯，这样的话是又切到了后点前边，两个人在这个路线要撞右边了。现在领跑太稳，0.5、0.4，这是宁青我们所熟知的后追。哎呀，上墙了，这个真不熟，这真不熟啊！来到第二圈难点，过山车，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停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不、哦！现在跑得非常快，往前寻着起步，刚好八秒。那就知道为什么起步十分了呀。刚好八秒，然后八秒一过，第九秒的时候马上第四名了。但是逆行这边又多磕了一下，看这个断空，又下去了。这东方氮气节奏乱掉之后，其实在刚才几个坡接的点就很难通过。是的，这赤城红叶确实是追下了腰，但是出弯的快出没有断掉。是的，拖了一下，那最后一个 ECU 完之后是氮仔完成了冲线，0.6。刚才0.8，这里撞点完美路线，0.5，要换做其他选手我也觉得追不了，但他是阿诺，感觉有，对啊，又没了，出不来，狼队双领跑，是，沈原本出来了，但是弹射没弹出来，还是宁青在领跑，但宁青这一个弯道有两个人，一个有点歪，一个直接上墙了，啊，但是后面弹射出来以后没有什么难点了。哎，这个点难点还是在啊，而且把宁青路线挤歪了。想要破纪录的话，后面的这个长延续2000多不能出问题。哦呦，第一圈五点问题好像也高，5.9路线能拉过来。但是这一个调整已经骂了0.4了。对，回正就已经被我们追上了，没了。这把分差真的要开了，阿毛千万不能失误啊！哎，前面蛋仔脱漂给机会。可以再拖一下，阿毛直接反超，反超过来之后，这辆 L 七暂时吃不到效果，但不重要了，只剩半圈，哎，掉下去了。这个弹射有点小肥了，如果不是在不稳的话，那就没法追了。是的。但前面细弹不稳，给到一个大的失误。给一个 ECU 避过来以后，只啊，哎呀，反向血腥电源，王哥。东方这张图之前没有指望过他，但今天这张图跑的是真的好，是非常的稳。看前面这边路线会不会歪，非常正。踩刹车踩的要重一点，但没有关系，一个 ECU 飞过来以后只啊，哎呀，反向血腥电源，王哥。好的，这样的话 KJ 双领跑直接是手图就双领跑了呀。对，但是这个弯道出来之后没有弹出来，但是前面还挺危险的，这个点直接把阿毛抢上墙了，还连带了一下阿诺。对，在我印象里面，不朽的机甲练度这样估计是挺高的。哎，但说着说着失误了，给失误了，迅速拉近距离。目前看的话，这个路线两个路线，但是卡了空气墙。你想说什么？重的话路线太靠内了，能稳到底的话，重是错的。我弹吗？哎，这样不弹。他这个路线就有点像又想要弹，然后看背的太高又不弹。对，咱们这边稳了。哎呦，但也没喷。这样的话，稳定没有什么太大压力。好，轻点一下刹车，调整一下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尤其是现在 WTGM 现在这个位置 ，KZ 是最难过的。对啊，因为青巡卡在第二，你本来要过青巡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好难啊！敏敏今天很厉害。起步能杀下去，就现在他的感觉和去年的感觉是差不多，有点像。但自己复位了，然后顺便把东方给带歪。他去年也这样吗？去年，就是发挥不太好的时候，也许会这样。但你好像五年都这样。这边先跟住，但前续也上。啊，测不过来了。对，同分的话，只要左边这边跟到一秒，也。
点零也没事儿，也没事儿，也没事儿，他俩卡二三就没事儿，对，两分而已。而且小玉这一局一稳到底，林青没弹出来，还不好说，前面小玉好像不太稳，风在已经反超过去了。哎，紫巅现在起步确实没有那么快了，但是还是能出来，行吧，多亏了你。原本起步他是在三四的，对，经历过交替以后，确实三四了。不过现在这个距离还好，阿诺是可以跟住的。哎，这一个想要去挤一下，但是自己把自己挤脱飘了。其实感觉滑过来应该会好一些啊，但你看一转眼，我来，双灵跑没了。对，狮王重振雄风了吗？平静如期。可以看一下室内，这个路线不太好。现在后面三个人都是只差零点一。这里只要没人掉进去，但是风采哎，拖出去了。这也没掉。阿诺已经在做细节了，但他滚过狮子，但过不了了，这只需要跟着 KZ 的操作就可以了。肖瑟这个哈利特烈度很高啊，这边又是快速的问题，点不出来。而且阿毛和狮子在进入管道，进入室内的那个地方就已经拉开差距了。完了，肖瑟这个节奏大乱。那只要不脱飘就有了。这里小多，问题不大。对，最后出管道。大不大不？出管哎，好像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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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。阿康出来了，这种距离还是比较近，哎，刚刚是很近，哎，这个风还没断开，但是又顶了一下不朽，就卡位，卡一下都卡开了，卡开了之后，林青现在领先零点二，这风飘都不是失误的话。